蓝翼前辈说了，蓝翼学院还说了，音节碎片之间是可以相互改变的。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块了，为什么不来一个动不动啊，舒服，不然的话，如果他会在一些很冷静的动作，是啊，就是咱们爬一个山，然后或者说舒服已经坐在一个，啊，这样他就是一个动作。对啊，他说完一句话，他就动了，他不爽，然后就会闭。 躁动是因为有其他碎片现实，挥错的不能。郭敬涵找着取得一流音准碎片，也知晓余生不知处，所以他会先来探听。郭敬涵，小说有一块音，一块碎片。 蓝翼前辈说过，蓝翼前辈说过，这十年来，鹰铁碎片开始躁动，开始躁动。看来我们的推理没错。所以修士念魂，水行渊为祸，子午军早就猜到和鹰铁有关了。魏公子心思清，在碧流湖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猜对了。当时你，我就能找到事情。哟。 幼稚吗？不要以为你是大师，还对你怎么样？